我来收地笼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没想到第一个地笼捕到了好多的小狐狸啊，还有几条大货嘞，泥鳅也有。哦，看一下，两条泥鳅，还有一条大货，小鱼也挺多。收第二个地笼了，哇，又捕到了好多的小鱼啊！泥鳅也有，还不错。你看，这个斗鱼也捕到了好多条啊，真的好漂亮啊！你看它的颜色。收第三个地笼了。啊，捕到了几条鱼，也还不错，总比没有捕到鱼强啊！看，两条大货在这里，活蹦乱跳的呀。收最后一个地笼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地笼有没有鱼啊？哇，有货，看，又是两条大货呀！还不错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看，还有这么多的小鱼，就拿回去喂鸡喂鸭。看，好漂亮的斗鱼，回去啦。拜拜。